噔滴噔滴噔，哎，干啥？在干啥呢？躺着刷神。自己不闷吗？不闷。啊？不闷。聊会天啊。聊呗。你跳舞啊？看看。哎，好。那你这是跳舞啊？那我咋的呀？你这像大哥走道啊？跳小天鹅。我妈呀！还小天鹅，像大哥。哎，哎。像大飞鹅。哎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吗？看见啥了？不是，我这跳这么半天没看见吗？看你跳舞了。啊？看你跳舞了。没看见我今天穿这个，穿这件吊带睡衣好看吗？哎。好看吗？这菜来了吗？啊？我都穿好长时间了，你才看见啊？哦，才看着啊。我都穿了多少次了，你才看见啊？啊不。你这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咱家怎么缺钱吗？怎么了？买衣服还省布料。凉快啊。布料少，钱少呗。啊。长款100，短款50，便宜一半呢，好看吗？老好看了。嗯，看后边，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老好看了。啊？啊？你在这屋你不闷吗？不闷，我开空调啊，不闷，老清凉了。不是那个闷，不是那个闷的意思。哪个闷？就是人闷不闷的意思。不闷，我开空调吹的，我不觉闷呐。不是那个闷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很无聊的意思。对，他怎么弄都是一个闷一个心的闷，不是吗？但是意思不一样啊。这咋不一样啊？闷就是有一种闷是热，啊，然后身上浑身不舒服，特别闷热那种叫闷，啊，哎呀，闷的上不来气儿了，太闷了，啊。有一种就是，哎呀，我这一个人好无聊，好闷呐，两个意思不一样。没个。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无不无聊，不无聊啊，一点都不无聊。你看，干啥？你陪你唠嗑啊，走啊。上哪啊？过去唠嗑呀。搁这唠行，空调吹多好。走，唠嗑走。不过去唠。聊一会儿。搁这聊吧，吹空调多好，多凉一会儿，还不闷。你是不是脑残？干啥脑残呢？走了，精病。这人真是说翻脸又翻脸，哎呀妈，空调都降不下的温。哎呦我的妈！真臭人。